干嘛？你整天就是这样啊！这有空可以教你朋友就干什么？你要丢水小啊？啊？水气球上面？水气小为什么不丢啊？因为她是一个女生啊，你怎么可以丢呢？你哪有丢她？我再丢给你啊！丢给我啊？哇，那她要怎样？哦 ，Kevin 朋友，他还喜欢打扰。如果他你要跟 Kevin 交朋友的话，那小心点哦。 Eric 会进来，然后给你打，这样啊？应该是他们喜欢开玩笑的。干什么啊？我不要跟你讲话。干什么啊？我不要跟你讲话。烦死了。真是的。英九，你开始找男朋友了没？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哦。 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应该是 Melody 吧 ？Melody 啊？你知道他电话号码好漂亮哦！我怎么知道？我不会有那么丑女生的电话。他看起来一点都不丑哦。什么？就算他不丑，你也永远交不到他了吧？你怎么会知道呢？跟你讲话太无聊了，我要回家了。神经病啊！ 啊 ，Kevin， 终于没有来追我，那个笨蛋真讨厌！你为什么丢水气球到 Kevin 和瑶瑶身上？你干嘛？你是谁？怎么这么没有礼貌？没事打我头！是 Angel。Angel？ 在开玩笑吧？怎么会啊？我的名字是 Angel。Angel， 那不是天使吗？你在开玩笑吧？ 天使不是要长得很漂亮，然后穿白色，可是你长得那么丑，然后又没有穿白色，又没有礼貌，没事打别人的头，怎么会是天使呢？你这么坏，你肯定就是那个有名的 Eric 吧？所以嘞，别人都恨死你，你每天都是整人。整人很好啊，每个人都觉得很好笑。怎么会大家都恨死你？ 看 ，Kevin， 你的朋友都不喜欢你。Kevin 是我朋友 ，Kevin 没有任何的朋友。你那么坏，大家都应该多打你几次。真的很烦呢。如果我可以改这个坏蛋的个性，我一定会赢200块。你那么坏，你看到你都把我领吃了。所以呢，你活该。哼，谁让你自己那么烦。